跟自己猜的是一模一样的。嗯，因为我当时想就是应该在55左右吧。嗯，所以今天觉得自己状态怎么样？跟前几场比吗？其实觉得还是有一些疲劳吧。然后昨天800字其实感觉很累，然后早上的时候其实也是感觉没有缓过来。嗯，还是有一些疲劳积累的。你之后怎么调整的呢？早睡觉嘛，多睡觉。嗯，就是那个接下来还有什么比赛吗？就42接力了。很容易标吗？嗯，我们就是应该算是没有上主力吧，然后尽力就好。好的，好，谢谢。嗯。